出来呢。哦，这个用一楼。哎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人给人家掺在一起。哎呀，我们没有放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放油啊？为什么另起一锅油？对呀、啊。我把这些炸香。炸香。把这些炸香，因为这个煸的跟这个煸的功法是不一样的。嗯。哦，真的、啊。蒜头炸香的吃起来就粉粉的样子。对。入口就滑。哦、okay, 啊。那个难哦。OK。蒜头连拍都不用拍，不用拍，不用拍，它已经缺薄薄的。因为一旦拍的时候，蒜头煮熟了，它会糊掉。对，哦，你颗粒是煮的，所以让它保持那个形式。是、哦，因为你熟了以后，它很好吃的。哦，那整个重点，现在把蒜头先抓好。嗯，先对蒜头先改一楼。对对，那现在呢？接着下来，红葱头。红葱头哇，更香了。哦哎呦，香！啊，我们今天是软木的，香，很香，很香，非常香。哦，好香，好香，嗯，被炸过，好新鲜耶！哎呦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好怪哦，人不喜欢阿基塞，那是只好多的中破塞。你不是本来要做阿基摩的？无可能啊，无可能。阿基姐，嘛无可能，更加无可能。impossible 不可能，知道原文了。丢人了，不可能的。passport 是护照。你是 passport 啦 ，impossible。你是不是出国的？你啊，这穿个都烧的。来哦，来哦，喂，我来 Q 个过来。那你跟怀明哥换了，你跟怀明哥换位置。不要了。我热，他也会热啊！不行，对对对不行、啊！哦，你这在贴跳呗呢？嗯，哎呦，难怪你是笑脸，当然了，水的心，你在你在笑脸的，哎呦，你假笑脸啊！我等你给你那家崩，小舅，我炒你要加番茄酱，尝尝啦，你看一下，哎呦，你火了啊！可能碰到油会跳，对不对？酱油，对啊，哦，我先放糖，嗯，我们酱油放对了。我们是有缝啊，哇哦，这样就香了啦。嗯、先把这个，先把这个都弄香，对对对对。嗯。哦，还有油，刚才那个炸的那个油啊。哦，麻油，麻油，麻油。等一下，这个拌一拌，直接放在砂锅底就好了。嗯。可以烧一遍就出来了嘛。对对对，放在砂锅底啊。嗯。那多少五按你走啊？我给它放在砂锅。那现在就是冰糖、酒，还有麻油。酱油，让它收汁。啊、哦，这冰箱里一二三四五啊的呀。我们的时间就晚了，我们时间就是提早了一两分钟。不是，我们都乱了。这个先收汁，那个花枝都还没放，还没下呢。我盐下早了，所以花枝就已经，双花枝就变成就咬不动了。我刚刚有剃手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，老板，关火哎，关火放。哦。好。起来了。啊，差不多，我刚刚说这个时间差不多哎，不是我把它放在炒啊，我错了，哎呀、啊，对不起啊，巧巧，你要放砂锅，我都乱弄了，哇，差很多呢，哎、欸，哦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刚才那个刚刚那个炸油、這個，为什么倒一点油呢？香，哦，刚刚那个蒜啊、辣椒啊，都在那个油里面。啊但是这样味道能够进得去吗？可以啊。这个本身很鲜啊。如果这个花枝要吃这个调味料进去的话，它不需要很近很近很近、啊，很容易就进了。啊，我们好像炒这个花枝的时间都拨在留在那个上面，料头上面。对啊。哦，对，可是我花枝又炒太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也是炒的太久了。哎。你看收干完全干，对，完全没有汁哎。现在这个放下去，对不对？待会这个倒过来，它一会在里面。哦，它在下去的时候，那味道就收起来，就那味道就很香。但是热锅的目的什么？是要把底下的那个那变的那个就是它的香气，香气啊，对，出来啊，那你就要放出来了。现在整个放上去，可以了。哇！哇！完全让它自己去吧，让它自己去。所以说，哎呀，真是这菜三杯系列，我们节目里面应该也介绍的挺详尽的。嗯，三杯中卷就是今天的指定菜，能不能顺利的看到杨怀明大哥把锅子带回家呢？来，肯定可以啊。